前天我感冒了，晚上朋友陪我坐出租车去医院看了病，大夫给我开了中药、西药，还给我打了针，吃了药以后，但是，哎，算了，说。现在我头不疼了，上次也不疼了，也不发了，但是还有点咳嗽。我打算明天去上课。今天早上我给妈妈打电话了，我告诉妈妈这儿的天气跟冬季的不一样，一天的温度变化比较大，中午比早晨和夜晚暖和多了许多。刚来北京的留学生都不太习惯北京的天气。最近感冒的同学比较多，我不了解北京的气候特点。早晚没有多穿衣服，也感冒了。